2016年 Ligita 的经商会议，我看大哥拿着一个小小的琴，在那儿非常愉快地唱了一首叫做《山丘》。那么那时候我对这个琴非常的有印象，它是一个小尺寸的里吉他。那么事隔2年之久，这款琴呢终于来到了我面前，它就是来自于 Ligita 的初读。那么初读的意思呢，就是初生牛犊。这种美好的语义呢，就是我们在刚开始玩吉他的时候，要有一个坚强和勇敢的心，持之以恒。那么这款琴呢，依然延续了 Ligita 中式美学的设计，在它的平点的设计以及琴头的这个穿透式的设计，我们把这个琴放在中间，会发现它的琴头的配重呢，又相对比较平衡一些，琴体呢，相对和前面呢是个5:5的这种重量。它的面板呢，采用的是西迪卡的云杉单板，整个筒型呢是基于之前的 M 筒型的缩小版。那么琴体呢，相对会比较素一些，哑光的喷涂技术。那么琴码呢和指板采用的是 Rosewood 玫瑰木，它的这个弦钉呢采用的是 Wood Ebony。在我们的指板上呢，会有枫木的这个平点的记号。它的背侧板 back and sides 采用的是枫木 maple。我们知道枫木是一种硬度比较大的这种木材，它的声音的反馈的速度呢也非常快，它的声音的木头味呢也比较浓。那么琴颈呢，同样采用的是5拼式的枫木的一体琴颈 ，Ligita 穿孔式的非常经典的弦钮。那么整个琴呢会显得非常的素啊，它的上弦指 nut 和下弦的 saddle 呢都是采用的骨质，有效弦长呢大概在605厘米，比一般的六板呢稍微的长一点点。那么琴颈的这个形状呢是一个非常圆润的 C 型，上弦指的宽度呢大约在42.8毫米左右。那么琴头除了这个立体的小初睹呢，大家看我手上是什么？对，是一个戒指。那么这个呢初睹呢还为我们准备了一个纪念版的镀金色的这个初睹的小戒指啊，显得非常的有匠心和寓意。那么这款琴呢，除了我们这个琴呢，还配了一个限量版的特别漂亮的白色的琴盒。好了，最后让我们来听一下这款琴的声音。这是你的菜吗？你会喜欢吗？